lost your splendor. Dark moon, what is the cause your light withdraws? Is it because I've lost my love? Mortals have dreamed of love's perfect schemes, but they don't realize that love will sometimes bring a dark moon. Away up high up in the sky, oh tell me why, oh tell me why you've lost your splendor. A dark moon. Away up high up in the sky, oh tell me why, oh tell me why you've lost your splendor. Dark moon, what is the cause your light withdraws? Is it because I've lost my love?前面有一集啊，北亚当斯的城镇复兴，已经谈到了当代艺术与城市空间的这个结合性非常好。当代艺术往往因为规模、体量和议题的原因，一定有需要走出画框，闯出博物馆，在空间上从画室啊、沙龙、画廊、博物馆。来到城市、社会和自然界，来到城市空间这个大舞台，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呢，城市尤其是城市的更新，也一定需要当代艺术。在城市更新当中呢，把城市艺术化，这样一来呢，实际就出现了一种趋势。当代艺术啊，需要城市。城市的复兴也需要当代艺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是需要当代艺术，所以今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当中呢，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作品。当代艺术家们呢，今后也会像建筑设计大师们一样，成为城市设计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因此而变得更为经典。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这是实际是一种跨越，而且这种跨越还反映了一种趋势，今后不会是艺术家在城市里面到处苦苦哀求艺术赞助商，而是城市的开发商发展商要去设法寻求寻找当代艺术家们，没有当代艺术的城市比较起来其实就是一个人口集中营。我在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下完这个论断之后，下面我想重点谈及的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城市的建筑。大体来说呀，当代艺术有两条路径是与城市相关联的一个是城市整体，包括旧城改造、复兴、规划和城市设计等等。还有一个呢是城市的建筑，这方面也存在很多的争议，存在很多的认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但社会大众有着那种浪潮般的议论和批评，建筑界本身呢也存在激烈的争议。甚至是攻击，对所有这些闹的，熙熙攘攘的问题当代艺术可以提供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宏观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来回答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呢，
这个还可以修正大众视角，增加宽容度，改变社会大众对现代建筑设计的看法。建筑与艺术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讨论了啊，恐怕任何一个建筑师啊，多少都是自诩是与艺术相关系的啊，即便不是同行啊，至少也是沾边的。真正的问题啊，在于建筑作品是不是当代艺术。其实这个问题啊，一问就灵，只是过去啊，可能大家没有这么想过，没有这么联系起来去看问题。艺术在进步，从经典到传统啊，又走向了当代艺术。那么与艺术一脉相连的建筑设计怎么会没有变化？所以建筑设计作品一定也会进步，也会循着同样的艺术演变轨迹发生改变啊，走向当代艺术。尤其是在非功能性建筑的领域啊，更是会看到啊显而易见的当代艺术特色。现在的中国啊，有很多的现代建筑被称为是奇形怪状的建筑，整天被人骂，还起了各种活灵活现的绰号啊，如大裤衩啊、秋裤楼、水煮蛋、靴子楼等等等等，很多都是不雅和难听的外号。中国的城市啊，因为城市化的进展啊，必然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城市建设的高潮啊。有一位30岁左右的比利时建筑师叫克里斯普罗沃斯特他在上海和北京工作生活了8年时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克里斯拍摄的大多数建筑都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完工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才开始真正走向世界从地标性建筑开始让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的地标所以这段时间实际是中国各地著名地标建筑拔地而起的一个时期，其中大多数都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这样的话呢中国的这片大地呢就引来了一股当代艺术的浪潮。用克里斯的话说呢，那就是最火的明星建筑师都有机会在这里建造实现他们最大胆的梦想。像哈迪德、库哈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斯蒂尔霍尔、斯蒂文霍尔、安藤、魏延武、魏明、李伯斯金等等他们在中国的项目不仅遍布中国的这些著名的大城市，就是三线和四线城市也有现在就连哈迪德事务所的人也承认，哈迪德最大的成功是在中国中国项目占了他们很大的业务量。不过这些看似奇形怪状的建筑在中国大批出现，还是惹出了不小的麻烦。准确的说呢，就是惹出了翻江倒海的批评浪潮。建筑大师盖里在泉州的设计项目泉州当代艺术博物馆就被媒体的文章称为是10亿堆成的洋垃圾。盖里的设计都是一堆翻卷的铁皮顺带着还有人用这个让克莱尔的语言把古根海姆的克伦斯也给骂了说他什么学历都没有就是一个骗子。当然话到了中国网友的这个层面那一定就会更有创意有人吐槽说盖里的设计就像是一堆油条。对有创意的建筑艺术
各路豪杰肆无忌惮的这个批评意见，如洪水猛兽，看多了就让人睡不着觉，感觉不舒服。不过从当代艺术的潮流角度来看呢，这还是一小撮反对者。实际上反对盖里的啊，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啊，从来都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就是在这种啊反对者的军队中啊成长崛起的。这与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状况也是一样的。有一位盖里的支持者啊就这样说啊，这就像啊苍蝇围绕着狮子的脖子飞舞，改变不了什么。这话有点苛刻，但似乎也相差不远吧。啊，或许是这样的批评浪潮啊还不够啊，在中国代表着经典和权威的啊清华大学，每年还要搞一个中国最丑陋建筑的评选啊，像大元宝啊、大酒瓶啊、福禄寿啊、大乌龟之类的啊，都曾经上榜。他们当然啊，或许包含有校正社会大众的这种当代艺术审美的意图啊，但这种做法的这个主观意味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很容易出片啊，当然在美学理论界，文雅的批判呢也是非常多的啊。他们主要是认为，当代艺术啊，包括建筑艺术啊，转向了感官美和景观化啊。在2015年伦敦书评啊的有一个系列文章当中啊，这个哈尔福斯特 Hal Foust 就质疑了这种趋势。他认为啊，当代美术馆不断的改建和扩展场地，争相成为啊地方标志性建筑，占用了原本属于艺术的啊视觉关注啊，使当代艺术啊越来越商业化，变成了肤浅、快速消费的标志。他一方面承认呢，当代艺术啊与建筑设计啊存在着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呢，又担心当代艺术因此变得肤浅，失去艺术应有的价值。福斯特在2002年的论文集啊《设计与犯罪》啊，也批评了21世纪的设计。啊，他指出啊，当代艺术的过度设计啊，或者说装饰化倾向，导致了一种生产与消费之间近乎完美的循环，使当代文化沦为商业产物，从而失去了批判的力量。我觉得这也不太客观。实际像哈迪德、盖里、库哈斯那样的设计师，他们的作品从来不缺批判性。有趣的是呢，在整个骂街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能看到啊不少建筑设计界内部的矛盾和纷争，能看到许多形式与功能的冲突。啊，简单说啊，就是在建筑设计界的内部，功能派与艺术派打起来了。啊，功能派认为啊，建筑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生产过程。啊，整个生产过程啊，包括了工地啦，啊，工程监理啦，啊，还包括前期策划、效果图，啊，方案汇报、多媒体规划控制，啊，墙条结构、水电暖、政府诉求、后期展示和媒介等等问题。啊，这些词儿看着乱，
实际都是砖头瓦块的具体事儿，都与建筑的功能有关。工农派认为做好这些事儿，才是好建筑，好用才是王道。所以艺术派的玩意儿根本不值一提，中看不中用。用工农派的说法，就是艺术派的这个设计连墙缝儿都合不拢，那都不能算是建筑。当然艺术派同样实际也看不起工农派，认为他们坚持的是过时的陈旧的理念，设计出来的房子都像是兵营，对城市未来没有帮助，城市的价值呢也看不到。这个功能派与艺术派这一打仗不要紧，现在的这个房地产楼盘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现象，售楼处都是艺术派风格，你买的楼呢却是功能派风格。这表明其实大家都明白，功能派与艺术派各有各的用处，骂街纯粹是一通乱骂，其实在现实环境里面，那些世界上出名的这个建筑大师基本都是艺术派，遍地都是项目的则是功能派居多。在建筑设计领域要想成为大师，最后还是得走艺术派的路子。实际上这种建筑界的内部纷争有时就是连这个世界建筑大师级别的人也会牵扯其中。比如因为2020年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日本东京奥运会的主场，哈迪德就与魏延武打起了官司。因为哈迪德的这个设计做了2到3年的时间但是被日本社会广泛的攻击也被骂得够呛，有体量大的问题也有造型问题最后还是被迫取消了。后来用的呢是魏延武的设计，但是这个魏延武的设计里面有多多少少使用了哈迪德的设计方案一些基本的元素尤其是内部的这样哈迪德就不干了。哈迪德的电脑和计算团队是很强的，所以做内部设计呢是有优势的一般的这个建筑大师的团队还真不一定比得了这种事情呢就像当代艺术家之间经常会爆发冲突一样的，建筑师之间呢也是互相看不起出现激烈冲突也是在所难免。如何看待这种建筑设计的这个内部打架呢其实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城市来说功能派有功能派的用场，艺术派呢有艺术派的用处。因为一个城市的建筑至少可以分成两大类，公共建筑与功能建筑。公共建筑对于城市往往有画龙点睛的意义应该有更多的当代艺术气质，它本身就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建的，存在公众的视觉需求关系到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比如说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图书馆等等地标性建筑都是这样。而功能建筑就是满足某种常见的特定需要的比如说写字楼的那个办公楼工厂的生产厂房、治病的医院学校的教学楼当然还有居住的公寓楼等等。这些功能建筑与经济成本的关系很大，有硬约束的条件，所以一般是够用就好了，对艺术气质和品质的追求不是主要的值得一说的呢是功能建筑对艺术建筑师的评价有些是非常不客观的他们的批评往往建立在所谓细部的不完美就好像那些当代艺术的这个建筑大师们不了解这些一样。这种批评带有空白性的假定条件就像毕加索过去回答的那样这是中学生的质疑。很多艺术派的建筑设计
的确是能做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啊，甚至可以做到非常完美。实际上，一个城市啊，离开了标志性建筑，那简直就不能叫城市了，啊，可能连村子都称不上。走遍世界啊，再一般的村镇，啊，也会有个教堂之类的建筑可以做地标。商业化和大众化呀，实际都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它都是由先锋派所引领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商业化设计、功能派建筑，实际要放在过去啊，那也是先锋派的。只不过商业化的功能派开始攻击现在的先锋派设计了，啊，这样就会影响城市的未来。哈迪德呀，我记得就曾经说过，再古老、再文明的城市，也不能否定它走向未来的可能性。啊，这句话很有名。所以强调当代艺术形态表现的这个艺术派啊，对于城市是必须的，而艺术派的建筑实际就是当代艺术啊，必须要放在当代艺术的范畴里面去评价。喜欢艺术的人呢，很多都知道，很多建筑设计大师啊，就是当代艺术家，啊，当你委托一个项目啊，给这种类型的艺术家的时候，他的头脑中首先浮现的不是砖头瓦块和钢结构，啊，更不是别人所做过的那种啊各种项目图片，而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一种梦境般的幻想，啊，然后才会是浮现出来的。那种相衬的、具象化的，啊，各种可能结构的图像，啊，就像盖里在回忆中说的那样，啊，我接受这个项目的时候啊，第一件想起来的事情啊，是一棵德国的蜜蜂树，还有一个乐队，而我在中间，啊，还有擅长飞跃和曲线的扎哈哈迪德啊，他也说过。只有你脱离了地面，你才能明白体会到空间，啊，这些都是典型的，带有未来主义先锋色彩的啊这种艺术感觉。从这里开始，啊，出来的这个设计成果，也会是具有当代艺术的气质和特征。我想，当代艺术所领导的区别啊，可能就在这里了。值得一说的是呢，只懂极简，不懂抽象，啊，这种功能主义的呆板呢，包豪斯风格的格式化理解，对于城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太可怕了。我在这里用一位建筑设计大师盖里的例子啊，再多说几句当代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对于弗兰克·盖里，啊。有一位叫做 Friedman 的女士啊，她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策展人。她就认为盖里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艺术家。他承担了如此多的风险，啊，这都是艺术家所做的工作，啊，冒险去做一些没有人做的事情。还有一位这个企业家和艺术品收藏家啊，叫 Michael Owitz， 他也强调说呀，盖里基本上是一个创造者，首先是一位艺术家，然后才是建筑设计师。菲利普·约翰逊呢，是一位德国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设计大师，他在评价对盖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批评的时候啊，就说，当今的设计很容易说三道四，但如果能够在一个地方存在，那你必定做过很好的事情。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啊，有人回忆说啊，在上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呀，盖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整天跟一帮艺术家混在一起，而不是跟建筑师。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芝加哥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当代艺术啊，反映在建筑设计方面，当然就是建筑的形式，啊，也就是平常大众所说的漂亮不漂亮的东西。对于城市来说，形式 shape 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城市的公共建筑。建筑的形式啊，不仅仅是外部的形式，还有内部的形式，还有小空间的形式。当代艺术正是在形式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价值和支配性的影响力。古老的城市还是现代的城市，怀念什么，理解什么，强调什么，象征什么，这很多都是抽象的，要有想象力，这都要靠艺术形式来展示，来表现。在建筑设计当中，形式就是一种语言。那么功能上的一切就不重要了吗？我没有这样说过，我也根本不这样认为。但我相信啊，那会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电脑软件可以做得很好，毕竟那是技能性质的东西，很适合专门的团队运作。而功能性的建筑啊，今后可能人工智能设计的会更好更完美，就像杂乱无章的文字排版啊，可以在转瞬之间啊，现在由软件来完成。所以功能设计未来可能像刷卡一样，而城市中真正的未来建筑啊，应该还是当代艺术的作品。建筑对城市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形式，还是艺术啊，必须要经过艺术家的思想加工才能实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在城市中啊看到很多精彩建筑的原因。至于未来型的建筑师啊，我相信他们都是艺术家啊，像我这种搞城市研究的人呢，准确的说，我是渴望期待他们啊成为当代艺术家啊，当然也必须有点工程师附体。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的议题啊，主要就是希望阐明一个关键点。我看那种啊有艺术气质的现代建筑啊，不要把它当成啊房子去看，而是要把它当成当代艺术品去看，去理解，去认识。好的艺术品也要有好的这个观众才行。一个城市啊，因为当代艺术品的存在而辉煌啊，还是咱有房住就行了啊？哪一种城市更有价值呢？哪种看法对城市的将来更有好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大裤衩，看所谓奇形怪状的建筑，看现在似乎还看不惯的那种建筑，首先要理解这是当代艺术品。当代艺术品当然也有好有坏，但当代艺术品肯定不仅仅是一栋普通的房子，它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就像当代艺术一样，会对城市环境、对城市经济、对城市产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对于社会大众啊，对于那些决定城市命运的人啊，对于学习建筑设计的人啊，都非常重要。必须要跳出那种陈旧的认识框框啊，知道建筑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也是当代艺术，而且是最重要的当代艺术之一。说了这么多，一个问题当然又会浮现出来了。那么建筑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既然是当代艺术，那么我在前面讲过的六尺度模型依旧可以发挥价值和作用。六尺度模型从道德性、实验性、空间性、技术性、媒介性和批判性六个方面可以为我们对当代建筑艺术的审美提供一个参照标准，提供一个尺度。比如这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处运河桥梁阿姆斯特丹呢是荷兰的这个一个著名的很大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运河城市河流纵横在这个城市里面。大家想得到吗？这座桥它是用不锈钢 3D 打印做出来的。漂亮吗？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技术材料上的运用是有突破的。3D 的实验性手法也很有意思。空间位置和尺度感也很美妙。这是个极好的当代艺术作品。只要对比那种丑陋到可怕的那种乌龟王八建筑，我们就能知道那恐怕连道德性的关都过不去的。也许我们的世界需要一场城市艺术运动。这场城市与艺术运动无论发生在哪里，它都是一次真正的艺术运动会让整个城市成为艺术作品因而成为不朽的城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复兴实际就会提供这样的机会。一些地方的新城建设也会有这样的机会。城市艺术运动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当代艺术与建筑能说的东西还非常多。但我们的时间有限只能简单的聊几句。实际上当代艺术在城市中发挥的空间呢现在依然还非常小。城市的大部分建筑依然是功能建筑。但当代艺术和建筑作品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只要你能看得见眼前的建筑，你就没法否认建筑就是一种视觉艺术。差别仅仅在于好与坏，对吧？所以城市中的建筑不仅仅是房子，它也可以是当代艺术作品。我要再重复说一遍，好话说三遍。中国人喜欢说呀，画龙点睛。当代艺术恰恰是城市里面的那只关键的眼睛。这应该是我们欣赏现代建筑的标准。所以现在是我们改变对现代建筑看法的时候。否则我们就只好永远住在村子里了。好，我们下一集，摄影是一种信仰，再见。That boy.